今天是你的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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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生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带来远方儿女的思念，鸽子在茫茫海天飞过。Thank you.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在这个不同寻常的节日，相信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会从心底里说一句：我爱你，中国。70年风雨兼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寓意着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瞩目的中心，今天的中国正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台中心。长安街上人民军队精神抖擞，这支曾经穿草鞋拿梭镖走上征途的队伍，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和新一代隐身战机，正阔步迈向世界一流军队。此时此刻，4名上将、2名中将、100多名少将、近15000名官兵列队完毕，等待接受统帅的检阅，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长安街两侧，身穿节日盛装的10万游行群众已集结完毕。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将组成一个个方阵，从天安门前通过，向全世界展示自由、生动、欢愉、活泼。70年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70年后的今天已经达到77岁。70年来，不断创造奇迹的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新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70年前的中国满目疮痍，积贫积弱，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长安街始建于明代，寓意长治久安。回望长安大街，它记载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曾经有过的悲伤、挣扎、奋斗、喜悦，也记载着我们浴血奋战得解放、披荆斩棘成大道、砥砺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今天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无比自豪，无比自信。黄河长江的浪，长城内外的风，起起伏伏，多少仁人志士上下求索。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凝视着天安门广场，他曾经奋力让黑暗的中国走向黎明。开国领袖毛泽东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让沉睡的东方雄狮昂起了头颅。1949年，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迈进新纪元。此时此刻，地域不同、口音不同的人们汇聚在这里，有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有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有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我们将共同见证历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我们在这里向全球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国家盛典即将开始。Thank you.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今天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代表、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等。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各界各族代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代表，以及在京重要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等到现场观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动作加油，动作，请全体起立。鸣礼炮，参谋长，56门礼炮，70响轰鸣，仿佛历史跃动的脉搏，述说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70载春华秋实的拼搏。隆隆炮声，如冲锋的战士，前赴后继，如燃烧的火炬，薪火相传。我们的共和国就这样筚路蓝缕一路走来。正步铿锵，堂堂气，寒光闪耀，凛凛威。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短短几百步距离，浓缩着革命先烈奋斗的历程。无数苦苦求索、奋勇牺牲的先辈凝望着我们，踩下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一个崭新的时代从我们手中诞生，民族复兴的梦想正由我们去实现。古老的中国，年轻的中国，充满希望的中国，遥远的世界，连通的世界，命运与共的世界，将共同见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义勇军进行曲》，这不屈的旋律和必胜的强音即将再次唱响，让我们的心跳随它跃动，让我们的脚步随它前进，前进，前进，进。升国旗，唱国歌。请坐下，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此时此刻，
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衷心祝福。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同志们、朋友们，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永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同志们，朋友们，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阅兵开始。标兵是阅兵场上标定位置界限的军人，60名标兵以标准的正步走向指定位置。脚踏着祖国大地，人民军队牢记宗旨，担当使命，用忠诚和热血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与祖国共奋进，人民军队由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尹晓光，开始收。这次国庆阅兵增设了一个庄严的仪式，习近平主席将在党旗、国旗和军旗前向三面光辉的旗帜行注目礼。辛苦了，为人民好。同志们好。好，
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敬礼！同志们好。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敬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辛苦了。为人民服务。这次阅兵是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成果的充分展示，集中体现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特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现在，习近平主席乘坐的检阅车已经从折返点返回。Thank you.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这是党的重托，也是人民的期盼。整齐的方阵展现了共和国钢铁长城的时代风貌，铿锵的誓言传递了全军将士对统帅的信赖拥戴，关山飞渡的新征程离不开登高望远的领路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军官兵思想上高度自觉，政治上高度自觉，行动上高度自觉，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人民军队重任在肩，奋勇向前。刚刚接受了统帅检阅的徒步方队，现在已经调整完队形，驾驶车辆和操作装备的官兵也已经进入自己的战斗岗位。梯队的战机已经陆续起飞，一会儿他们将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分裂式即将开始，47个地面方队，12个空中梯队，将从天安门前豪迈地通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领导人民军队，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政治建军铸就忠诚，改革强军体系重塑，科技兴军跨越发展，依法治军严明纲纪，练兵备战，锻造胜战之师，面向未来塑造世界一流军队。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空中护旗梯队破空而来，拉开了分裂式的序幕。20架直升机汇成巨大的70字样，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0年光辉历程。回望历史，放眼世界，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正在走来的15个地面徒步方队，来自战略战役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诸军兵种部队、院校科研单位等。这种组合方式体现了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高擎党旗、国旗、军旗阔步走来。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接受检阅，领队是江国平少将、陈作松少将，27位将军和325位校尉军官来自军委机关、五大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展现了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练兵先练将的鲜明导向。现在走来的是陆军方队，领队是林向阳少将、唐兴华少将。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的能力。方队走过来了，领队是周明贵少将、梁旭少将。从浅蓝走向深蓝，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现在走过来的是空军方队，领队是景涛少将、赵永远少将。人民空军成立不久后就开赴战场，为捍卫和平而战。70年搏击长空，逐梦蓝天，与共和国一起展翅高飞。今天的人民空军正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迈进。走过来的是火箭军方队，领队是薛金峰少将、张凤忠少将。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重于9天之上，打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难以防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潜心利剑，火箭军已成为核常兼备、全域射战的战略军种。方队首次出现在国庆阅兵中，领队是王学武少将、汤怀海少将。战略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中诞生，为人民军队输送现代战争内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方队也是第一次亮相天安门广场，领队是刘向东少将、任延兵少将。兵马未动，保障先行。
现代战争需要规模惊人的能源和物资供应，需要科学高效精准、从不掉链子的联合保障。现在接受检阅的是武警部队方队，领队是赵东方少将、张卫国少将。多能一体，维稳维权，武警部队常年奋战在执勤处突、反恐、维权执法和抢险救援第一线，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方队走过来了，领队是程小健少将、唐斌少将。352名女兵来自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飒爽英姿，五尺枪，他们在火热军营中放飞青春，成就梦想。走过来的是院校科研方队，领队是伊树强少将、栾富新少将。受阅队员来自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培养一流军事人才，军事科研工作开创崭新局面。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领队是王海涛、王华岩。汇聚天下英才，壮大强军事业。伴随着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汇入军营，用知识和智慧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现在走过来的是预备役部队方队，领队是高新疆大校徐振刚预备役大校。建设祖国有作为，保卫祖国有能力。预备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和现役部队一体建设运用，稳步推进。赵冰清、廖伟伟，受阅女民兵来自首都各行各业。民兵源自百姓，定期接受军事训练，保持战斗能力。兵民是胜利之本，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依然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蓝色贝雷帽，荒漠迷彩服，维和部队方队阔步走来，领队是徐有泽少将、马宝川少将。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2500多名中国军人坚守在7个维和任务区，8000人的维和部队待命出征，先后有13名维和勇士牺牲在异国他乡。中国军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
方队即将进场。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均为中国制造，40%是首次亮相。32支装备方队编为7个作战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接受检阅。由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正浩荡而来。领队是五大战区主要指挥员，他们是刘跃军上将、王建武中将、赵宗奇上将、李乔明中将、朱生岭上将、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100个英雄部队的荣誉称号气壮天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人民军队基因永不磨灭，红色血脉永远传承。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如战场霹雳，长驱直入。99A 坦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具备优异的火力、机动、防护和信息化水平。随而来的是轻型装甲方队，领队是邝德旺少将、王永胜少将。方队由15式新型轻型坦克、04A式履带步战车和履带指挥车混合编成。这些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能够快速部署、快速反应、快速突击，是陆上应急作战的急先锋。现在驶来的是海军陆战队抽组的2栖突击车方队，领队是祝传生少将、沙成禄少将。受阅的05A式2栖装甲突击车既能陆地作战，也可以近海航渡向目标海滩发起攻击，让我军在抢滩登陆作战中进攻矛头更锋利，防护盾牌更坚固。将兵战车方队接受检阅，领队是邱火林少将、陈涛少将。受阅的轻型履带步战车可以空投在敌人纵深地带或要害目标附近，让空降兵一落地手头就有重家伙。
他们从天而降，雷霆一击，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尖刀利刃。炮方队领队是张建峰少将、何继抗少将。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155车载加流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现在驶来的是反坦克导弹方队，领队是邹美瑜少将、李振岭少将。受阅的红箭10反坦克导弹既能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又能抗击低空低速的飞行目标。目前我军已经形成多种发射类别、多种射程、多种制导方式的反坦克装备体系。装备方队领队是田悦少将、王信民少将。全地形车机动灵活，空中突击旋翼机展翅欲飞，两型装备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兵力兵器实现快速投送、灵活部署，是破袭突击出奇制胜的拳头力量。紧随而来的是武警反恐突击方队，领队是刘兴利少将、王再发少将。受阅的反恐突击车和防爆装甲车灵活机动，具备多种打击能力，能灵活地选择攻防手段，是武警部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装备。乘风破浪，向海图强，海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首先开过来的是岸舰导弹方队，领队是王显峰少将、吴玉红少将。受阅的鹰击12B 岸舰导弹可以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对海突击威力大，反应迅速，射程远，是沿海防御体系的坚实盾牌。舰舰前舰导弹方队开过来了，领队是刘杰少将、江平少将。受阅的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是我国新一代的反舰巡航导弹，藏得好，打得准，威力大，是海上联合打击体系的利剑。方队领队是刘宏伟少将、张宝军少将。受阅的海红旗9B、红旗16、
红旗石和万发炮，共同构成远程、中程、近程和末端对空防御体系，可以拦击高速来袭的敌方战机和导弹，为海上舰艇编队撑起一方立体保护网。驻盾长空，御敌千里，防空反导模块即将接受检阅。上空，预警雷达方队领队是李国平少将、张磊少将，受阅装备是我国新一代高机动多功能雷达，能够探测和锁定飞机、导弹等空天目标，提前发现这些不速之客。方队领队是刘明豹少将、韩宪峰少将，受阅的红旗九 B 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二十二中远程地空导弹，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拦截多种空袭兵器，构筑起区域防空的坚固屏障。空导弹第二方队领队是朱瑞少将、董玉江少将，八套红旗十二 A 地空导弹蓄势待发，四套红旗六弹炮系统昂首向前，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重要地点防空能力有效提升。防空导弹方队领队是张帆少将、裴小昌少将，受阅的红旗十七 A、红旗十六 B 两型防空导弹机动性能强，反应速度快，拦截精度高，为野战防空提供了多种手段。信息主导，体系制胜，即将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模块。上空，首先开过来的是信息作战第一方队，领队是徐桂明少将、孟凡浩少将，受阅的信息侦测数据干扰作战车组，侦察干扰能力强，既能独立遂行作战任务，又能支援战略方向联合作战，是无形战场上的神兵利器。上空，信息作战第二方队领队是李八义少将、杨小康少将，受阅的三型侦察干扰车和区域拦阻式干扰车具有部署灵活、机动性强等特点，新型电子对抗装备为我军赢得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场主动提供坚实支撑。
西作战第三方队，领队是孙宝泰少将、景贤坊少将。受阅的频谱监测车、无线电接入节点车、卫星通信车和散射通信车，是联合作战体系制胜的可靠通信保障，能确保部队在严酷战争环境下通信畅通、耳聪目明。信息作战第四方队，领队是邓红琴少将、金峰少将。气象水文观测车、地形勘测车、预报保障车、测绘导航车能快速获取、处理和传输战场环境信息，让指挥员对战场条件了如指掌，是我军全域作战的重要保障力量。智能对抗引领前沿，无人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看！无人作战第一方队，领队是江鹏少将、顾庆友少将。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作战第二方队，领队是王艳琪少将、乔亚军少将。受阅的攻击二无人机能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无人作战第三方队，领队是李广全少将、徐贵福少将。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联合作战，保障先行。后勤装备保障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看！现在开过来的是补给供应方队，领队是白忠斌少将、徐宝龙少将。受阅装备由野战净水车、野战站台车、运加油车、主食加工方舱混编而成。有了他们，官兵饮水吃饭、战场应急装卸、装备加油补给都更有保障。加油看！正在接受检阅的是抢修抢救方队，领队是沈竹军少将、汤新少将。受阅的野战手术方舱、装备抢救车、拆装修理车、装甲抢救车和装甲抢修车，共同构成了现代战场上人员和装备的移动医院。国长剑浩荡东风，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看！首先通过的
是东风十七常规导弹方队，领队是张建强少将、王新国少将。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十七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现在通过的是长剑一百巡航导弹方队，领队是樊聚贤少将、李佳琴少将。作为长剑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长剑一百首次亮相国庆阅兵。这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长剑在手，敢赴苍龙。接受检阅，领队是张继春少将、刘同江少将。这种导弹既能装核弹头，也能装常规弹头，可以跨区域机动，灵活选择发射阵地，精确打击地面、地下、海上目标。导弹方队开过来了，领队是吴栋柱少将、柳恩涛少将。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机动性能好，生存能力强，部署转换快，打击精度高，担负着震慑强敌与核反击作战的重要使命。是汪小初少将、邓龙真少将。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东风五 B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重器。方队最后一个出场的
是东风四十一核导弹方队，领队是赵秋岭少将、孙乐少将。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从常规导弹到核导弹，它们是支撑强国梦、强军梦的坚强实力，是维护和平、捍卫和平的坚强盾牌。振翅长空，傲视苍穹，空中梯队即将接受检阅，领队及梯队率先飞临。司令员丁来航上将在空警2000预警机上担任指挥，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8架歼十战机护卫两翼，7道彩烟寓意着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梯队飞过来了，空警500、空警200预警机和运8指挥通信机分别由4架歼击机护卫，编成3个5机楔形梯队。长空千里眼，云天中军帐，国产预警机指挥控制、预警探测、识别跟踪能力稳步提升。巡逻机梯队由空警500H 预警机和首次亮相的运8反潜巡逻机组成第一楔队，空警200H 和运8技术侦察机组成第二楔队，他们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使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登上新高峰。和运20一同受阅的运9也是一款国产新型运输机。现在飞过来的是支援保障机梯队，运9通信对抗飞机、心理战飞机、医疗救护机和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电子对抗侦察机、电子侦察机、6型特种飞机混编为2个3级楔队。支援保障飞机的列装有效提升了我军联合作战、全域作战的能力。
轰炸机梯队正呼啸而来。三架轰六 N， 六架轰六 K， 分为三个三机械队。第一次亮相的轰六 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空中授油。这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加售油机梯队飞过来了，轰油六伸出输油管，演示为歼十 B 战斗机空中加油。售油机距离加油机的加油锥套只有5米，长着翅膀的加油站让战机有了更大的作战半径。舰载机梯队接受检阅，歼十五战机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海天之间，带到了辽宁舰的甲板上。航母是现代海军的重器，舰载机是航母的刀锋。歼击机梯队进入我们的视野，五架歼-20、五架歼-16和五架歼-10C 战机组成三个歇队接受检阅。今天，中国的歼击机家族不断壮大，为夺取战场制空权增添了制胜砝码。正在接受检阅，五架直九武装侦察直升机组成了侦察警戒分队，九架直十武装直升机组成火力突击分队，三架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六架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九架直-8B运输直升机混编为运输分队，八架直-19武装直升机担任护卫任务，其中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是首次亮相阅兵场。飞旋的铁翼为陆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最后接受检阅的是教练机梯队，由五架歼-10、五架歼-9和12架歼-8组成。其中，歼-10加挂武器后可以执行空战任务。机群飞过，彩烟绚丽，余味悠长。
群众游行现在开始。还化妆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献了一枚橄榄叶，鸽子在窗上群里今天，十万群众和七十组彩车将组成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分为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3个篇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方阵，国庆年号和国徽方阵，致敬方阵，拉开了群众游行的序幕。国旗方阵由高举巨幅国旗的1949名青年组成。70年前，就在这里，五星红旗和世人初次见面。70年后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闪耀、鲜艳。2019名青年组成国庆年号和国徽方阵。1949到2019，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奋进。庄严神圣的国徽巍然屹立，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尊严和力量。一曲红旗颂奏响，致敬方阵的21辆礼宾车徐徐驶来。第一辆礼宾车上是6位新中国缔造者的亲属代表，3位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属代表，和9位老红军
老八路军，老解放军。紧随而来的20辆礼宾车上，也坐着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家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之前模范代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先辈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铸就了坚强不屈的民族脊梁。一部民族史，一部奋斗史，一部英雄史。英雄胸前的勋章、奖章，凝结着人民的敬意。后代手中的荣誉牌和纪念物，铭刻着国家的记忆。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向共和国的英雄和先锋致敬。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老一辈的革命理想、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向着这个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群众游行第一部分，建国创业，由5个方阵组成，打头的是开天辟地方阵。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彩车上，热血青年手持火把，拨开历史的迷雾，攀登真理的高峰，取来信念的火种，点亮革命的火炬。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荡涤风雨如磐的暗夜，燃烧成光耀中华的绚烂日出。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凝结了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磨难与觉醒，一个政党矢志不渝的奋斗与探索，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进步与崛起。浴血奋战方阵中，3辆并行的彩车上，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熠熠生辉。金色勋章是建功立业的历历铭记，红色绶带是拼搏奋战的滚滚热血。抗击侵略，救亡图存，
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28年，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牢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簇拥着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和标语的建国伟业方阵向我们走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五洲寰宇换了人间。红绸翻飞，游行群众跳起了热情欢腾的红绸舞。当家作主方阵展现了亿万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后的喜悦心情。彩车上的巨型雕塑再现了人民代表意气风发步出人民大会堂的经典场景。中国人民终于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方阵向我们走来，王进喜、石传祥，这每一个名字都让我们永远铭记。正是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新中国从一穷二白中艰难走来，在砥砺奋进中拼搏成长。钢花飞溅，铁水奔流，石油流淌，麦浪滚滚，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新时代依然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长安街上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少男少女拨响车铃穿梭而过，仿佛时光倒流，开启了第一段情境式行进，青春万岁。
代青年的青春之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青年始终是先锋力量。改革开放由九个方阵组成，簇拥着邓小平同志巨幅画像的标语的关键抉择方阵正向我们走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凤阳小岗村、浙江安吉渔村等地的农村改革领头人和农民群众代表组成希望田野方阵，带着丰收的喜悦向我们走来。这是一块永远孕育着希望的热土，撒上火种，它就燃起燎原的烈焰；吹过春风，它就涌起翻滚的麦浪。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春潮滚滚方阵中，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万丈高楼平地起，谱写了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一代代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以拓荒牛的精神，书写了一个个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簇拥着江泽民同志巨幅画像和标语的与时俱进方阵正向我们走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世纪之交风云际会，辉煌的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机和光明未来。港澳台同胞和各界群众组成了一国两制方阵，他们挥舞旗帜，欢呼致意，为共和国的生日献上儿女们最赤诚的祝福。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具有强大生命力，只要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香港和澳门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世纪方阵中，圆形日轨上流转着金色的光芒，世纪之初咕咕坠地的世纪宝宝们，如今已长成英姿勃发的青年。源远流长的古老中国历久弥新，跨越世纪的青春中国风华正茂。胡锦涛同志巨幅画像和标语的科学发展方阵向我们走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民心皆暖，和谐世界，天下共赢。镇的彩车上，汶川映秀小学、红白镇的红顶民居、阿坝古堡新寨，这些都是在废墟上建立的新家园。时光荏苒，当年的敬礼娃娃今天已经是青春少年。
方阵中有参与抗击非典的医护工作人员，有参与汶川重建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救援队员、消防指战员、医疗队员、志愿者和各界群众。在无情灾害面前，我们万众一心，创造了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双重奇迹。北京欢迎你，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拉回到了2008年的那个盛夏，百年奥运，百年梦圆。只有上下一心的国家，富有进取心和想象力的国家，才能有那样的华彩呈现。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2022年冬奥会，我们继续相约北京。雄壮的鼓点催人奋进，中国功夫和舞狮表演的互动组合开启了第二段情境式行进，东方雄狮。早已醒来，雄狮昂首东方，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群众游行第三部分“伟大复兴”由18个方阵组成，簇拥着习近平同志巨幅画像和标语的“伟大复兴”方阵向我们走来。党的18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领域的代表组成创新驱动方阵，自信昂扬地向我们走来。高铁、天宫、蛟龙搭载着天眼、北斗、 C919 大飞机、长征三号、天河二号等大国重器驰骋在科技强国的征途上。三辆彩车在行进中首尾相连，组成一列高速飞驰的复兴号，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协调方阵中，四条龙舟你追我赶，旋转魔方，气象万千，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全面铺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长三角四大战略齐头并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协调发展。院内海棠盛开，一幅幅农民画描绘出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农村致富带头人、劳动模范和农民群众组成的乡村振兴方阵向我们走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国农民的美好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宣誓号角乐曲奏响，民主法治方阵向我们走来。彩车上，人民大会堂的五星穹顶星光灿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神圣。金色大手托起的，是我们共同捍卫人民民主的决心
是我们共同捍卫宪法法律尊严的承诺。手拉手，载歌载舞而来，彩车上十六瓶光彩夺目，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血脉相连，风雨同舟。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凝心铸魂方阵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火炬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十四亿人一心谋发展，发展就有不竭动力。十四亿人共爱一个家，祖国就欣欣向荣，日新月异。方阵的彩车上，好戏连台，乐手八音叠奏，舞者摇曳生姿，戏曲精彩绝伦，百花齐放，各展芳华。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师好，同学们好。立德树人方阵中的师生代表们挥舞着校旗，簇拥着彩车，从青春的歌声中走来。打开的书本生长出硕果累累的知识树，数据链组成的树干上耸立着教育云。
三尺讲台系国运，只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一代，才能真正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全民健身蓬勃开展，冬奥筹备卓有成效，冰雪运动快速普及，体育强国方阵的彩车以冰丝带速滑板造型为底座，以首钢滑雪大跳台造型为车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正在彩车上向大家招手致意。走在小康路上，一路歌美花香。来自独龙江乡十八洞村等地的驻村第一书记们出现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6年时间，8000多万人脱贫，这是中国减贫史上的壮举，这是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的奇迹。2020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彻底解决。美好生活是什么？是环卫工人清扫的整洁环境，是快递小哥便捷的物流服务，是医生护士的细心照料，是最美家庭的幸福相伴，是老年模特队的神采奕奕，是残障人士的方便出行。彩车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生活场景一一呈现。美好生活从哪儿来？中国人的回答是：从奋斗中来。山悠悠，绿水荡漾，生态环保战线的工作者组成绿水青山方阵。最严厉的环保执法，最大力度的环保投入，最深入人心的绿色生活理念，
小到垃圾分类，大到江河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仅是金句，更是中国最接地气的新发展理念。巨大的鲲鹏造型彩车引领中华儿女方阵向我们走来，鲲鹏展翅扶摇直上，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展翅腾飞。紧随其后的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台湾的彩车。第一辆是首善北京彩车，这是新时代新天津彩车。这是盛世雄安河北彩车。这是奋进山西彩车。这是亮丽北疆内蒙古彩车。这是展翅腾飞辽宁彩车。这是速度吉林彩车。这是中华粮仓黑龙江彩车。这是奋进上海彩车。这是江苏制造彩车。这是潮涌之江浙江彩车。
这是美好安徽彩车。这是高素质高颜值新福建彩车。这是金色干活江西彩车。这是国泰民安山东彩车。这是出彩中原河南彩车。这是光耀湖北彩车。这是潇湘今朝湖南彩车。这是扬帆大湾广东彩车。这是壮美广西彩车。这是美好新海南彩车。这是魅力重庆彩车。这是逐梦星川四川彩车。这是多彩贵州彩车。这是七彩云南彩车。这是幸福西藏彩车。这是壮阔三秦陕西彩车。这是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彩车。这是中华水塔青海彩车。这是建设美丽新宁夏彩车。这是美丽新疆彩车。这是香港劲彩车。这是莲花绽放澳门彩车。
最后一辆是宝岛台湾彩车。千年之约，婉转悠扬，中外青年携手前行，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阵。彩车上一带一路通古今，友谊之桥跨海路，和平风帆共五洲。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今天的节日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从严治党彩车上，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学习强国等新时代的党建成果生动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紧密。初心方阵的彩车上，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各个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彩塑屹立山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环立山腰，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承诺如山。七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扬帆远航方阵的中国号巨轮，两侧云帆徐徐升起，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承载着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梦想，劈波斩浪，扬帆远航，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红旗翻飞，鼓点激昂，2019名少先队员组成的行进乐团带来了第三段情境式行进《红心追梦》。少年当立凌云志，报效祖国会有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接续奋斗中成为现实。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歌。5000名首都各界群众组成了祖国万岁方阵。70载风雨兼程，70载岁月峥嵘，70载沧桑巨变，70载春华秋实。祖国万岁大花篮，繁花锦簇，万紫千红。盘旋上升的红绸带，寓意人民共和国发展蒸蒸日上。Thank you.
指一挥间，70年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祝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我们祝福明天更加灿烂辉煌。庆祝大会到此结束。